来哦，白龙雪要来把这个水草分株回家了哦，后来要来放鱼了。哎呦，这真是鱼尾嘛，是要掠对棒哦。真旺呢。好，来，伊这种的哦，水草咧分株，它这个母株出来哦，这一条母株出来，我们要从这边采收，哦。采收的话，我看买母株较老嘞，母株留着，这一节拿回家养，哦，这个这第二株，好啊，剪掉，好，OK。这我先炸转来，要转成水溶液，安尼。这是采收水草，这毋是咧拖水草。啊，你若讲像这个无，这个蕊甲直接甲分开好啊。啊，这蕊甲分来分得开哦，分不开不要。这正常是来蕊甲分吼，也是要来分看卖，斩成分看卖，煞分看卖。应该是会使哦，从这边把它分株。哦，你食阮这个臭到要死。卖呢，我话卖了，惊个臭一死。不要了，这样好了啦。因为想说要让它水中叶跑出来，安尼等下用这等下团好了。是看得真歹，慢慢让它淡，转水溶液。这边分无分呢？应该，我来看一下啦。无法度，这正常是要从这边旁边把它分开了，但是。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。那分这死，哦，但要无分，阁真艰苦。这正常是落甲插开、甲夹开就好个。来，后来我有助手来了，我感觉这下甲分开好个，较紧嘞。等下我用放大好个，来，嘿，对。来哦，因为我用这支加刀较袂钝呢，我要加水草钝就倒了。因为它这个也是要把它分株一下。哥，你感觉用该失败啊？我要甲伊分株出来，无感觉这嘛伤败个。你要对中分？嘿，我分，我要分一丛，等我来种。应该是会使啦，差较深个。卖定啦，定啥事啊？好，插落去。这个分株有可能会死，要注意。敢有成功？哦，真大丸呢！你有咧翕无？靠一个球茎无？有，无伊迄落无球茎的。哦，有。有球茎，你可能。无，毋是啦，我是讲迄落啦。啊，有啊，起啊。OK。哦，有啊，好了，分支成功，分支成功。哎呦，啊。哦，有啦，好佳哉，哦，成功啊。妈，你敢用一个落啊？用水好啊？来，等下吼。我调一下哦，切了，切了嚼哦。这管顶刚拨一下哦，不，慢慢接着哦，慢慢接着，
哎，炖这炖这，好 ，OK。哎，炒啊炒啊，等下。好。我看嘛，安尼还好咧。这拗着就无效啊，应该可以的 ，OK 了。稍微失败啊，但是至少还可以。分要伤细啊，呵呵。对，过分啊。我敢伤细。过分一丛啊。来，唔好讲你，你个水。哎，你是红的，等下再红出来啦。好。来。等下啦。好好好。过分一丛啊。我搁分一好啊。来，我再分一株，我觉得这样太少了。这个要用手下去摸嘞，妈唔知怎分一撮巧去。袂啦，你着用手去摸。而且我这足歹摸，看无哩。哦，我这我摕电火好啊。来，好来三好。我尾也要对中甲破落去啊。这无够光吼。我操！这电话是你拢讲的呢？吼，穿透力完全没有啊！瞎子摸象，来，我讲，怎么金伫遮？这完全靠经验，会震的。伊毋要对镜头啊震落呢？嘿，你敢翕无水哦？麻烦者。好，来鱼仔走嘿，唔好一只蒸了变啊有啊，靠腰，哦，拢去蒸到这了，气死呢，真正，哦，完全都看不到啊，插落，来，水草分支会不会成功？一刀。剪下去，哦，应该是有夹到啊，才做暗，才做暗的啊。有了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了再一次，哦，哦，恁遐真来遮歹用啦，无啦，伊这筋足大无个啦，伊就爱用遐刀啊来割，有哦，拄好来割，但伤歹割个。我这这阵呢，用一个巧药，好了起来了，有啊，较成功安会使，唔知拗一个长去无，靠腰嘞。好，安尼啦。哦。都是红啊。好来，好啊，好谢谢。靠腰诶，拗一个唔真惊诶。没啦。哦。好啊，这怎么个？我肯定做啦，你。好啊，这我个 Q 好势，这个后来要等它沉淀呢，因为这哦，你无个用阳光，伊袂光合作内底鱼啊。对啊，这个也是要那个啊，要不然它整个哦，整个完全都没有办法，光都没有办法过去，也不行嘛。你所以这嘛是这是嘛是都要修，好安尼。我爱一半，爱有迄条，安尼开始脱光，啊，尾啊，这个它慢慢就会那个了。你这外口生命力足强的，好，白龙血的，迄条女王草，采收过程就是这么的爽，好，好，好，安尼这个无效的。哦，
不然我主要只用一挂水啦嘛。我知啦。用一挂水。我用啦。我用就好啊啦，你著帮我塑胶篓啊，搁我底一顶起来就好啊啦。嘿，安尼啦，就小我淡淡来。嘿，搁我放落。啊，搁这，伊这是较水装。这也搁放落啦。嘿啊，这水顶的啊，无紧啊，你著先甲塑落啊。这样不就好了？最后采收好之后再记录一下。哦，安尼开落来，慢着是加减，我那元气有去啊伤着啊，但是我感觉应该还好啦，应该 OK 啦。安尼，分支处理，最主要是这个繁殖猪哦，这个要留着。对，安尼。这就是大自然的奥妙。好，谢谢。